哎，有你们才来，就等你了，快快快快走！哎，未来呢？啊，挺忙的。哎，我跟你们事儿啊，你和未来到底有没有结婚吧？再说吧。哎，程静呢？程静和未来差不多都挺忙的，快快就走，快走！不行，不行，不能玩呀，别酸，别酸，来来来，小雪，来来来来来，哎呀，未来呢？忙呢？哎，你管好你自己。哎，同学们坐。哎。10年了，很高兴大家又能重新欢聚一堂。今天的聚会呢，本来是尹老师举办的，但是他做阑尾炎手术了，所以这个工作呢就交给我了。今天要跟大家说个事儿，就是我们湘江中学的主校区马上就要爆破了。那刚走的那个地儿吗？就是那个，不过新校区建的特别好。 你要知道现在的小孩有多难带，个个都跟放学当年似的。哎，我现在可做不动了。当时我跟那个方学真是没少闹别扭，现在学校都要没了。虽然我们只在那儿待了一年吧，但是对那儿的感情一点都不比别人少。1号学校爆破，31号我在学校等着大家，来吧，为我们10年的友谊干杯！来，干杯，干杯，干杯。 小雪，甜甜，橙静，静，啊，对不起，我来晚了。我约了你好几次，你都不出来。我，你把头发给剪了？啊，对，我剪头发了。这个聚会结束了，刚结束。我这紧赶慢赶的也没赶上，我还是跟组长请了假才回来的。哎，你这什么工作啊？就10点了。哟，这没你谁啊？ 啊，有你，什么时候剪头发？我都剪了好几天了，真行啊！自己老婆剪头发都没认出来，你别理他，嘴贫。那不是，首先呢，我俩特别忙，他白天忙呢，我晚上忙，然后呢，我晚上回去他已经睡着了，然后呢，我起来呢，他已经走了。哦哦，对了，你是要回家啊？啊，我估计要去趟。没关系，没关系，你不用送我，我跟他们拼车走。行，那你路上注意点啊。哎，赶紧走吧，赶紧。那我走了。 那走吧，我怎么没见了？好啊，看你怎么没见。我看看你小头发，好小。程静，嗯，那宾利是顾上的车吧？啊，这是30年河东30年河西。我记得当时上学的时候，就顾上成绩最差，结果现在人家混的最好的好几家店了。 甜甜，啊，这也太拼了吧！真不愧是人民教师。我这个啊，就是想评个优秀教师，到时候呢，工资能高一点，生活能好一点。你上次说学校爆破就几号来着？下个月1号，你们要是想来的话，就尽量早一点来吧。到时候一块去。哦，我还不确定，我最近有加班。哎，我不行。 到时候问一下学校，哪他刚刚小的也挺着急的。嗯，如果备选的场景图差不多的话，就可以直接定了。导演员的戏比较重要。先啊，小姐你好，请问您是租婚纱还是买婚纱呢？我看看。 这边有我们新到的新款，您想吃这件吗？ 叶总怎么了？啊，方学啊，你上次提交的方案，我有点想法想跟你谈谈。
现在方便吗？回公司来找我一趟吧。明天早上行吗？明天我还有别的事情，就现在吧。啊，行，马上过来。李总啊，这个项目没问题，咱们按原计划进行。对，有什么不合适的，明天我们见面再说。哎，好，再见，李总。哎哎哎，久等了，小冯。来，陪我喝一杯。叶总，我喝不了酒。你酒量不是挺大的吗？是不是不想跟我喝呀？行，没事儿，那咱就办正事儿。过来吧，把 U 盘插上，调出你的 PPT。你喷了爱马仕大地啊？嗯。一个女孩子怎么喜欢男士香水啊？哦，男朋友给我买的。那只能说明你男朋友品味一般。回头我送你一瓶沙龙香。谢谢叶总，不用了。别装了，别以为我不知道你男朋友总出差，有些事情就是各取所需。喂，回来，你在干嘛呢？我现在在挖掘现场，这边以后有一个标本需要考察一下。怎么？是不是遇到什么事儿了？快来，过来看一下，这边有新的发现。我这里也有。啊，你等一下，马上过来啊！你怎么了？啊？怎么了？你没事吧？我没事啊。我没事，你去忙吧。行，那我先去了。啊。拜拜。拜拜。拜拜。静姐，您又头痛啊？吃药吧，我去倒水。嗯。哎，不用了。哦，没什么事儿，你继续工作吧。冷静，没事吧？没事，黄总。最近任务比较紧，更要注意身体。嗯。你是不是怀孕了？没有。您为什么这么说？隔壁组的小杨前段时间不是怀孕了吗？
耽误了好多的工作，你没怀孕就好。嗯，这段时期是你升职的重要时期，注点意。啊，好嘞，忙吧。你好，我想做一下怀孕检查，是挂妇科吗？啊，现在门诊都下班了，你明天早点来吧。哦，那如果我做人流的话，是不是可以直接网上预约？您还没有面诊，应该不能直接预约手术的。您跟家人商量好了吗？不需要商量。喂，下班了吗？下了。那你怎么还不来啊？不是说好今天晚上来店里一起过纪念日吗？我给忘了。我这加班加的我都糊涂了。你连着忙这几个月，不累吗？累呀。但能怎么办呢？唐姐，我不知道你这么忙是为了什么，还是说你在跟我较劲啊？较劲？不知道你说什么呢？我为什么要跟你较劲啊？你的意思是，你生意做得成功，我是在妒忌你吗？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这意思是我们俩这么多年来，我了解你性格，我知道你做什么事情都想赢。但是我关心你。我车马上来了，我说了。唐老师好，唐老师好，您要来看我们排练吗？我不看了，一会儿还得上课呢。对了，怎么有两个学生没穿校服啊？哦，这是新来的那个皮主任的规定，不让每个班月考倒数两名同学穿校服，说他们不配做湘江中学的学生。行，我知道了，好好排练吧。进来，皮主任。唐老师，你来的正好，快坐下吧。还愣着干什么？快坐。你看啊，这篇稿子写的挺好的，校领导把区优秀教师的名额给了你啊，果然没错。但是这稿子嘛，措辞方面还需要再精雕细琢一下。你比如这句，领导们的信任令我感到十分荣幸，就可以改成能够聆听领导的谆谆教导令我感到十分荣幸，对吧？嗯，好。哎，对了，周末你是不是要去医院看尹浩老师啊？对。你去买个大果来，代表校领导去问问一下。行，我知道了。对了，主任，有件事儿我想跟您讨论一下。你说。不让差生穿校服这件事儿，我觉得是不是有点影响学生的身心健康呀？学生们的身心健康，我比你更关注。这样做是为了让他们有危机意识。唐老师，过一段时间你就要休产假了吧？不要操太多心了，回去吧。怎么了？你们是湘江中学的学生吗？怎么不是啊？我们是高二二班的，连校服都没穿，谁知道你们是学生还是食堂打扫的小妹啊？就是，你们也配？你们后面打不打了？所以我们这一次的策划主要就是宣传与推广我们公司的品牌。叶总，我说完了。这次方学和安娜提报的项目，公司还是决定跟进安娜的。小芳，你对结果有什么意见吗？没有意见。你的心思根本就不在公司的项目上吧？整天想着怎么去非洲拍什么纪录片，别以为大家都不知道。我要结婚了，我早就决定不去了。哟，这么厉害！我呀，真替你男朋友担心，
也不知道这鸟笼能不能关住你这展翅的大鹏。好了好了，今天就到这儿，散会吧。还不服气？你不是明天才回来的吗？本来是明天才回来的，但是我们提前完工了，所以就先回来了。惊喜吗？嗯，你怎么能跟我说一声？哎，这个给你。又是石头，我这都攒一堆石头了。吃饭没？还没。给你拿。你在家我都懒得做饭了。家里只有三明治，你凑合吃啊。有三种口味，你想吃哪个？想好没？想。最近工作辛苦吗？不辛苦啊，挺好的。我给你倒水啊。你怎么走路不出声啊？拒绝去智利什么意思？你单位派你去智利这事儿，你都不告诉我就直接拒绝了。我不想去。你不是一直都很想去的吗？三年。想不通他为什么要这么拼，这你就不懂了。他是高材生，读到博士才从学校毕业出来工作，心气啊不是一般的高。看你平时也没少看电视剧嘛，你难道不知道在厕所里聊八卦，很容易被发现吗？早晚都要打的，打不下去，打得越晚越不好，走了，我不去了，不疼很快的，我不去了，真的走了，小雪，你在忙吗？能来陪下我吗？哎，小雪，我在店里呢。昨晚了，你是不是冒充我的名字把字签了？我辞职了。啊？辞职了？什么意思？孩子打掉了？没有。这三十年，我一直活得太累了，是该休息一下了。
高四那年如果没有跟你重逢，没有和方学他们成为朋友，我可能一直都是那个不愿意敞开心扉的女孩。你说的对，我总跟自己较劲儿。现在想换个方式生活了。其实我知道，我这么多年我有很多问题。其实去旅行吧。冰岛怎么样？同学们，老师有点事儿，然后你们先自由练习吧。好。合同。这是你第一个作品，还是舞蹈题材的，我必须支持你。谢谢你啊。怎么了？没事儿。这事儿多了，我累。你这干嘛呢？这一口接一口的，我这刚做完手术，吃不了东西，你这成心馋我呢是吧？剩下的都给您留着。那行。哎，周一升旗仪式上，你是要做全校优秀教师演讲对吧？嗯。我这身体也去不了了，你加油啊。没事，其实我知道，我这种优秀教师跟您这种不一样。嗨。我还记得上学的时候，您为了我们拆监视器，还冒死让吴大猛他们上台演出。您当时不怕丢了工作吗？怕呀，当然怕了我。您还真怕呀？我以为您天不怕地不怕。什么怕不怕的吧？但你说咱们做老师的，要是不能给这些学生争取他们想要得到的东西，那还叫什么老师啊？是吧？哎，对了。你这要当孩子他妈了吧？哎呀，我这一想到以后你们家孩子管我就得叫爷爷，我就是郁闷，我就。那要不叫大哥？行，我看行。你还真好意思。那我还年轻呢，我。教育的责任要求我不断学习，不断探索，用爱心打开心灵的窗口，用行动表达对教育的热爱。我工作着。我辛苦着，我幸福着。最后再次感谢领导把优秀教师的殊荣赋予我。辞职。我还有些话想说。今天是我30岁的生日，我想送给我自己一份礼物。工作以来，我一直都是一个明哲保身的人，但今天我想说，我们湘江中学是一所有教无类的学校，让差生不穿校服这件事是不对的，我反对。好。我也是深思熟虑之后才拒绝的。这些年我出差，你一直一个人。现在我们都要结婚了，我不能再丢下你了。我不
不想你为我牺牲你的事业和梦想。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人生负责，你不要把负罪感丢给我，太沉重了。可你不也一样吗？你什么意思啊？你工作的时候不开心，我能看得出来。而且你每次在我面前强颜欢笑的时候，我都很心疼。叫你去马拉维，你也不去。你这样会让我觉得是我在拖累你。所以你的意思是，我们现在在一起，只剩不开心了？我不是这个意思。我看你一年一年被这个工作消磨着，我觉得你不应该这样。所以你的解决办法是什么？就牺牲你自己。喂，甜甜。小雪，明天是湘江中学报户前的最后一天了，你能来吧？嗯，能去。过来过来，你们看，你看，你看拍的，你们毕业的时候就在这儿拍的。我和程静打算去旅游了，第一站呢，我们打算去埃及，哎，去那个叫什么卡什么来着？对，卡拉格神庙。这静静不是怀孕了吗？身体吃得消吗？我没问题，多住一点就好了。以前呢总是忙着工作，现在啊。要好好生活了。你看，你还是从小哭到大。未来呢？未来怎么没来？对啊。啊，有个项目要交差，今天应该来不了了。那怪可惜的啊。我去那边逛逛。那你先去吧，你去吧。待会儿见啊。好，拜拜，拜拜。去北京了？有什么的啊？上大学之后，不管你在哪儿，我每周都去看你。那你不准反悔。绝不。行了，别哭了啊！别哭了，别哭了。哎，你不是想吃烤鱼吗？等下我就带你去吃，好吧？是。那你想看电影？不看。去唱歌。我都考砸了。就带你去玩嘛。放学，抱歉，我刚才坐实验耽误点时间。没事儿，还记得这儿吗？当然记得，这是我第一次去你家的地方。那周的考察同意书给你打印出来了。马拉维那个项目，我也决定去了。你真想好了？嗯。想了挺久，你不是说我好像变得越来越没有活力了吗？我想了想，好像确实是这样子。我不想再这么拧巴了。如果说我们这段感情没有让我们变得更好，有什么意义？这次让我们分头出发吧。不管在哪儿，我对你一直一样。三年的时间听起来挺长的。对啊，地球是圆的嘛。好，多不争气。虽然我们背对背出发，但总会有相遇的一天嘛。希望我们在重逢的时候，你还是那个最初的。
姐。